话说呢，电脑才修好，可是一样是状况不少。像第二次又去装了 DVD 的烧录器，因为之前的好像说是我的电脑本身它的构造有点问题，所以呢好好的一个烧录机呢就这样也坏掉了。因为一开始在用的时候要打开那个机器啊就不是那么的顺畅，现在终于再花钱再换一台，然后装在第二个位置。老师就说也许可以向这个电脑原厂去申诉一下哦。然后呢再来的状况其实就是刚修复之后呢就有一些状况，有时候会怪怪的，好像又要宕机的样子。到这两天尤其今天特别严重，就当你在做中文输入的时候，第一个字注音还没打完它就宕了，死宕了，没有了，游标会动，可是就是没办法再输入。然后呢反正对严重到这样子，本来还可以就说如果看得到桌面的东西呢还可以打得开，后来呢完全不能动，所以可能得要等一阵子，暂时不能回复网友们的留言，实在很抱歉。本来电脑第一次刚修复的时候发现很多惯用的软体都不见了，那时候还包括声音那喇叭的声音听起来音质不错，可是完全没有立体感。虽然有个程式了它听音乐是很好的，可是我自己录制的东西呢，因为我们设备不是那么的好，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呢它声音就听起来比较单音，就不会是立体的感觉，所以呢会显得完全的没有灵感，完全的不知道怎么讲话更别说要想要唱歌哦。那后来终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惯用的，包括有一个比较勉强可以用的，又可以重新开口唱了一首歌，是叫做什么容易受伤的女人。本来啊不喜欢那种自爱自怜或者太过励志的歌曲，不过啊很多歌它的词曲都配合得很好，歌就是歌嘛，就唱一唱好玩就好。那好像还唱了一首，那是利用那个网络上的一首伴奏，好像绿岛小夜曲。不过呢当声音可以用的时候又发现不能中文输入，那种感觉又很奇怪哦。不能讲话的时候觉得没有声音好乏味哦，那可以有声音的时候竟然不能打字，不能言语的感觉，人真是的哦，不晓得该怎么讲。发完牢骚分享一下这几天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前两天一大早好不容易才睡着呢，因为难得两三百天以来有这么一天竟然辗转难眠半夜起来两三次到清晨才睡着。正好睡的时候怎么有电话铃声呢，想说是谁呀扰人清梦哦，结果是朋友要我去玩，他很早以前就讲过哪天他要出门的时候会一大早打给我，那就这样想说好吧，讲了那么多次的就去一次吧，结果六点多就起来。我们到了哪里呢，三义啦铜锣啦新竹，所以呢在这里您看到有松果还有松树，这是沿途我们看到的好特别的松树哦，两大棵其实说大也不大哦，树干并不粗，可是发现它好多松果，然后枝叶啊长得也很漂亮。那
这里呢，就分享一些我们沿途我所拍到的一些景观，还有呢，我们去逛菜市场。其实逛菜市场蛮好玩的，尤其我那个朋友啊，他们夫妻俩各买各的，那我也买我的。那这次呢，买的还蛮满意的。其实我觉得传统市场蛮好玩的，我也很喜欢呢，偶尔逛一逛，感觉那里面有很多宝藏，很多贴近生活的东西，真的蛮喜欢的呢。那这里就分享一些我们经过的、看到的，有的有买，有的不见得有买。我买的比较多的是水果吧，凤梨，葡萄，还有什么？其实我家里还有很多的水果，所以没有买很多。可是我那个朋友买很多，像这个啊，这是什么？说是鸡肉，土鸡肉吧，调味调得很好。不过在隔餐吃的话，尤其如果热过，那就比较不适合。那另外还去了一些地方，我想下次再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是不是要补充说明一下，这对夫妻呢，不是上回跟我去九份的那一对，是另外一对，他们也是挺有趣的。他们两个人啊，就像小孩子一样，你一句我一句，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一个要直走，一个说要转弯。那显得那位太太不太信任开车的先生。其实路的方向来说呢，是这位太太比较清楚，可是呢，开车的小心啊、谨慎啊，这位先生算是有的啦。那可是就因为这样子，两人还是常常大声小声的，起先觉得很有趣哦，后来觉得有点吵，几乎是一路上从6点多到我们回来4-5点就吵来吵去的。还好我不太困哦，虽然睡得很少，要不然真的会吵得人家难以入眠呢。下次再一起去玩的话，我要提醒他们，至少要信任司机啦。那路呢，事先讲好会比较好吧。补充了一点，再加一点，就是如果这几天有上传一些影音的话呢，那如果有字，比如说歌词，那可能是转贴过来的，不是我中文输入的，因为暂时还不能中文输入，要不然又要宕机了。OK。想你倾诉。